付出啊，对啊，对吧？记得要付过来哟。那帮你们送机啊，送完机我就回家打工了。对啊，应该没。那你护照哎？啊，在家、啊。外送机而已啊。哇，你终于可以出国，就护照在家里。哇，没带护照，你够游走。现在是什么 iPhone 俱乐部是iPhone 15 Pro Max 尊爵不凡。那、啊、你 Pro 几啊？14 Pro Max。哇，哇，你用比我好啊！你什么13 Pro Max？ 12啊，哦12，舍不得换呐、啊，都12啊。哎呀，11，我操，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感觉倒数了。哇，那你们都直接换，对啊，你每一代都换嘞、欸，六七八九十，现在没有那个，现在没有那欲望，只有你想不想，一念之间了，只是年轻的时候想，要或不要而已。对啊，只是要或不要，因为就是要或不要而已，没差多少的嘛换。啊，你刚刚说你12烂，你不是说你很烂？十二、啊，这个时候就是你换的契机啦。那、啊、所以为什么我现在不装壳？我就是想它赶快摔坏啊！我现在帮你啊。不用，他从那边扔下去，他坏掉，哎，哦，坏掉，那你就陪我一次，你要讲我屁话。你可以出国了，然后我会出国啊。可恶，没有发生一点劲爆的事。你要什么劲爆的事？你做哪？啊，34D 啊，很大啊，座位很大。34D 耶。那我衣服更大，套的、我的他妈可以拿来当围巾的。没有，我这个是真的，我假的是假的，假的那个当围巾，地往上甩啊，冷的时候冬，反正冷的干。服务员，你在乱讲话吗？黑色跟黑色，这是蓝色。现场直接买一只 iPhone， 太厉害了！有没有看到 iPhone 的 Pro Max？超有钱的，天哪！买插头啊？是吗？他是买完 Pro Max 再买插头，因为 Pro Max 没有附插头，对，他就没有整个外面，然后还有线。这插头的话，冲一冲很烫。就说你买到瑕疵品，基本上睡觉有没有插着电，爆炸？买些爆炸，我们大一点。没有啊，那个小包，那顶多要小小的。我已经插了好了。谢谢。Can he love me again? Can things ever be the same?日本小朋友看到你都会怕、啊。哎，刚刚那些学生妹撞到他，很惊慌的跟他道歉，狗没拉塞哇！看到你直接吓到，根本日本流氓嘛你。那时候你们写那么久？写是不是啊？你写超久哎、欸！看了有这个东西，不知道到底写什么久。我们刚刚想说有你在，应该写很快。不是那问题啊，有一些东西我不知道翻小啊。哦，不知道那个是我处理，你知道吗 ？Google 翻译大师。哎、欸，刚刚过海关还问我说你不会英文，你要翻译。啊，你也没帮我说什么。他问的问题就很简单，不需要翻译。出了问题？什么问题？我刚没带录。What I gave, I am worthy to feel this way. But I want him to know nothing I did was to hurt him. Sorry, I gave him this burden. There we go.他戴那帽子啾啾。
这么小自己上课，还是我们问他要怎么去啊？谁要牵你的手啊？我刚是拿错行李而已，大惊小怪，人都有犯错时候。都会耍那种小动作、啊。小动作，你刚才在地铁上面乱摸，我都没说你电车痴汉。摸谁？摸我啊？摸谁？啊，我摸你，你开心啊？我没有啊，我很不高兴啊。然后我看不出来。啊？啊，不然报警抓我。父さん恥ずかしくて思って歩けないじゃないか。世間体ばっかり気にしやがって。来日本的好心情都被你破坏。我们大家会不会被锁在外面啊？那你别没有，还有开你们两个用搭的，我花6000块，你要走对啊，你要走一五对啊，6000块，你还能走啊？哈，你走啊，你走啊，一点都不好，6000块被人都拦山，你又没山那边，对啊，哎也是啊，带两个人走这还好，一讲我就醒悟了，我操，一讲就醒悟了，操，什么时候你以为我又跟你过？他每人按电梯他都会响。怎样？我刚刚门没关，然后他电梯突然上嘴。民宿真的是极简生活，哪哪地我在拍你，还没脱裤。没关系，不要砸波啦。我们刚刚一脱，你也直接拍了他。并没有，你是看他们在脱你才穿，直接拍的。眼眼挡一挡啊！你拍这一段又不是要给观众看的。你们就要自己收藏，对嘛？我自己收藏，这边装，然后转过来看到，知道不要不小心拍到你们。你刚刚这样偷偷瞄一下，哦，他们在脱，然后转过来，并没有。别人解释，在台湾也是，来日本也是。但我们要脱，就在那边脱。牛气到北京还是牛啊？真的，听到一些 keyword 就会，哎呦，又来。What the fuck？第一次看你喝酒，你拿水跟我干杯，你让你干杯。这第一次看你喝酒，很震撼。之前大概10年没喝酒。早上我们认真的跟你讲解，我也没有一定要关你屁事，不浪费了我时间。这么说啊，你没听到原因不是因为不满，而是因为你没有168。那这样我就生气了，168太过分。我早就说我办不到，没有，你就说你明天要冷，早上来168，晚上我就开轰趴，不好意思啊。而且你说你11点回来，就你3分钟才发动态在喝酒。你预算直接超标。OK， 没关系啊，没有没有，到时候可能我跟你讲，乖好，他自己要出的，放心花。你来日本，你的价钱，你的钱就是无上限，我们可以借。OK， 好不好？你为什么不直接请我？你已经骗人骗那么多次，再让我骗个2次行不行？你那个病已经装成卷。对啊，好了，哎，现在没病。大好了，出发了，来。但是我看到一个比较特殊的教育的经历，
就是我们在立亲友靠来的。这个是金鱼肉，像这个肉呢，我在它的片段里面有先吃了，有沾酱的跟没沾酱的，我个人觉得它的味道蛮鲜甜的，它是颜色感觉会有很重的腥臭味，但是我觉得没有，我自己觉得蛮好吃的，但马肉还是最顶。那这个呢，基本上马肉它有一个这样的组合，所以它就是这样子拌一拌，然后就可以吃了。感觉更细，你好细心，哇，你真晚吃哦，哇，这个耍掉，这个金鱼肉也在耍掉。你们都觉得不好吃哦？你们觉得很贵哦？对呀。你现在是不是感觉胃里有那个金鱼在翻滚，有点不舒服？不知道，就喉咙卡一个腥味，这样就很像吃小，你知道吗？吃小，我没有吃过小，想象，你知道吗？你有想象说吃小，就很像那个金鱼肉，就很像你小吃下去，然后有一股腥味卡在你喉咙。为什么你会想象你吃小？想象幻想，你幻想吃谁的小啊？你幻想啊？算了算了，越说越复杂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反正你就觉得有个腥味卡在喉咙。对啦，就有个腥味卡在喉咙。他们刚刚都在那间店里面，那我刚刚自己跑出来借行动电源，这真的很方便的，在台湾借得到。欸，在日本也借得到，真的是太爽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东西是我来日本吃到最可怕的东西。这个梅子呢，我一开始以为这是跟台湾一样，就是脆梅、酸梅这样。吃下去呢，这应该是配饭的，因为吃下去第一口超咸。然后我刚刚不知道，我还拿这种快接近整颗的塞嘴巴，超咸。很脆是真的啊，但是。大家看我的脸，不是因为酸，是因为咸到我那嘴巴破洞都会。欸，你这个脸其实没什么变化，很不舒服啊，真的假的？他在装呗，他又在装了。啊，假装很酸，假装很咸，没有嘛？那你给我吃一个大块。我没有在装啊，我真的觉得，不是，我真的觉得很咸。啊，你表情是真没变化。我不能摸那个吃。他在干嘛？那碗你还去围墙。好奇怪啊！这是幼稚园吧？对面店，学校。我叫睡觉。你在吃奶油泡芙吗？其实我不知道什么。我第一次看到你吃这种甜食。那谁他妈上厕所，妈穿一双鞋丢来？那是我放在那边。我第一次看到你喝酒，我第一次看到你吃奶油泡芙，这比你失业还要震惊。我失业就放飞自我啊！哦，真的。还有那种味道没有？台北味。干嘛？这很割哎，膏状啊。我还没喝了，我吃了。这个最好。欸，你要吃吃一块酸梅，脆梅啊？对啊。哎，这啥小？酸梅啊。哦，不要，这好臭。你吃一小块看看。不要啊，吃吃看看呐，你纳豆都吃。想害我？好臭！妈的，比狗屎还臭。OK 啊，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了。那今天第一天，其实我们这一团很多人都没有睡觉，那他们几个人现在在吵，那个棉被非常非常的臭，其实我都没有闻过，你有闻吗？有啊，很臭啊，真的很臭，真的很臭。然后现在去闻一下，很像袜子的味道。欸，你闻下面这个，闻下面更臭，这个味道，味道没。我真的没有，我不知道是鼻塞，但是我闻不到，我没有闻到什么。你看后面的，你看他，臭！
你闻这里，我闻这里。我在这边都闻到怪味。你知道闻你屁是不是？你他妈老越闻，看你那气。鼻塞救了我一命，赞。他说这个更臭了。哎、欸，今天来日本，今天第一天，他已经做出很多这种的动作。你是其实讨厌日本而已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第一天就这样结束了。累了一整天，然后就说这个棉被很臭，然后半夜跑去买除臭剂，就为了除棉被。哎，有点香哦，真的有用。我们要抢这个香味，香味都挺浓的呢。哦，有啊，有那个真的。哦，看你俩混合在一起，感觉更臭。跟刚才一样。哇，这躺还刚化学中毒，死马当活马。突然里面发烧，真的不好。啊，真的有用，真的有用。啊，那是谁要改的？看你们那抽一下什么气毒拳。哎、欸，这边我赢。下一条，你们连床垫都除一除啊！下一条，你你就你屁股一条啊！对啊，白臭不了没？对啊，再怎样，至少这个棉被不会臭。将臭就臭，对，将臭就臭咯，我们现在，嗯，臭，它那个飘的那个味道真的很烦。